那你这再交个一，你得死啊，兄弟！杀了呀！笑死了，就你。我操！怎么带的是过量治疗？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，这就是我的了。我操，这都能吃得助攻，挺爽的。别走了，哥们，我不会去保，不会去保你的。我操，这一技能伤害这么高啊！好像我应该去保他的。这屌英雄这么离谱啊！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中！他怎么输的是魔杖啊？这是看不起我吗？那别人出魔杖我都能理解，你出魔杖是几个意思啊？哎呀，这个直接裸自然之力了，是吧？开个大招呢？这把我肥是必须的，我因为只要我肥起来，一切都可以。哎，哎，你吃吧，我直接不吃。来，就是你小子是吧？听说你很牛逼，来，还敢给我牛逼不？牛逼不？休哥啦！
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暗夜收割者艾克，这吓得我连炮车都补不对，这。打完这把应该白金了。卧槽，这个鞭子出来的风走位挺厉害的，赶紧回家吧，找一个。那你这再交个一你得死啊兄弟，杀了呀，笑死了，就你就你不被这英雄给恶心住了。我觉得这一点无需否认，就是你哪怕换个什么剑姬未闻呢也是一样被这英雄恶心过的。我不懂设计师设计出这种英雄来干嘛。来，你叫阿哥上来，真的，你叫他来，我怕，我会怕你吗？艾克 W 捏的手真死。居民节都加不了 Q 的血里边，这把已经排的是钻石选手了，兄弟，把段位不低了呀。我们现在之后虽然现在黄金一打完白金，但已经排的是钻石选手了。没把机器人的钩子夺掉，白交一个闪，有点可惜了，浪费了。这安妮要被恶心到了，我估计。这猪妹对线，永恩能第一剑裸着自然之力出来的，连鞋子都不出，安妮肯定要被恶心到了。阿克桑好像挂职业的，亚沙西嘎，亚沙西，这人为什么会说日语呀？这个轮子妈为什么说的是日语啊？发生啥了？你要不在 QQ 私信里跟我讲一下吧。
打完这把我去蹲个坑啊，兄弟们，打完这把我去蹲个坑啊。你该不会是指的那个订阅那个事情吧？